之后呢，紧接着袁静佳带来他的经典节目《让爱让梦转动》。这个节目呢，他陪伴着袁静去过20个国家演出，包括了法国、德国、美国、韩国、非洲的有关国家。可是你知道吗？袁静哦，他其实是出生在一个台南的传统家庭，加上呢，他身为长子长孙的他，背负着家族的期待长大。他接下来的表演，希望能够鼓励大家，即使你最初的梦想呢，就跟溜溜球一样的小，可是只要你能够坚持不放弃，你的梦想也可以做得更大。在现场的朋友们，你有梦想吗？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梁元庆带来的《让梦转动》。Thank you.
说，在接下来呢，我们有准备感谢壮情人气能够留步在舞台上面。我们是不是能够请壮民国心脏基金会的叶森多基执行长来代表壮民国心脏基金会致赠感谢状给杨元庆？谢谢你为我们带来的溜溜球演出。我们也看到，属于台湾之光最精湛的表演，只要你有心，你就可以把你的梦想做得非常的大。谢谢再次的掌声，谢谢元庆，谢谢叶警长为我们带来的颁发感谢状，谢谢你，谢谢。是的，我们根据这个卫生部显示，很多人都以为说高血压或者是中老年人才会有的疾病，但其实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